钱拿来吧。钱？甚钱？刘蝎子欠的赌债啊。他欠的赌债与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是他表哥派来送钱的吗？我不认识他什么表哥，我是来找他算账的。哦，刘蝎子又多了一个债主，不过他昨天晚上带他的婆姨怕是跑了吧。跑了？他去哪搭了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哎，妈，你去服饰城里寻寻看，怕是跑他的表哥那里去了。他表哥是谁？叫陈满堂，在服饰城里开了个妓院，叫夜来香。好，坐着爷啊。哎呦，您这是？来来来来。这是东家让给送过来的，谢谢啊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东家给球干的衣服，来，来试试。这么贵重衣服，咱可穿不起，快收起来吧。哎呀，你没听刚才那个人说呀，这是东家给的，特地让你穿的，来，穿上。这么贵重的衣服，这下人也能穿呀？你跟我不同啊！你往后不要在他们家的内室，走进来走出去，穿得太差了，丢人家东家的脸嘞！来，啊对，哎呦，你呀，打扮打扮啊！这个东家太太啊，是个特别挑剔的人，丑之八怪的婆姨人家不爱要嘞，来。我给你梳梳头。你怎么一到城里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还懂得体贴人了？自己的婆姨自己疼吧，咱们以后就是城里人了啊！来，你自己拾到啊，我去找杜家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马上就回来啊，拾到拾到。你说，哈哈，表弟呀、啊，你可是狮子大开口啊！虽说这头一回干这营事，可他也不值这个价儿啊！你说给多少嘞？三十，我花的彩礼都不止这个数嘞。你当是黄花大闺女呢，表弟。这钱呐，不是这么个挣法，他就跟开饭馆、开药铺，不是一个道理吗？这你这人要是好，价码不贵，这一穿十，十穿百。白花花的银元才往你腰包里流，那我不就吃了亏了？好好好好，我再给你添五块。不过我可说好了，这可是看在亲家份上给的。你呀、啊，在成吧，我认了。我还这个，没什么话了。你是谁啊？哎，妹子，刘蝎子是你生的。我是刘蝎子婆姨啊，我叫蛾子，怎的了？
哎，怎么的了？再不走，来不及了。哎，你是谁呀？我叫杏花，你知道这是身体吧？我们男人说这是他表兄家，我们来这儿是做佣人的。做佣人？他是把你当生意给做了？把我当生意给做了？那这是什么地方？窑子。窑子？伺候男人的地方。男人的地方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你看看外面那些人的穿着，穿得着这？这没良心的人！好了好了好了，现在可不是哭的时候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两条路，要么在这伺候男人，要么就赶紧跑。好。你为什么要帮我呀？我是不想再看着姐妹们操作。额子，你快跑！我留在这里拖住他们。小花姐，我这回可怎么报答你啊？哎呀，还说什么报答不报答？快跑吧！你说，你为什么把我的放跑了？你说这个人我就不认识，卫生说是我给放跑的。除了你，谁还来过这屋啊？有人看见了？那谁知道？得问你自个儿呀。问我是吧？问你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叼了去？你能把自个儿的婆姨卖了做窑精，你就不能放跑的人骗钱爷的钱财？你个臭婊子！你敢挑拨我和我表哥的关系，我他妈打死你！站住！杏花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你说说，你是不是和你婆姨下个套，让我钻呢？啊！别，表哥，你说借我十个胆，我也不敢做还这样的事啊！不能信。我可跟你说，你别跟我陈满堂耍小把戏。我虽然是你表哥，可你别犯在我手里头。我可让你身上留不下一块肉。表哥，我怎么敢哄你呢？那还不赶快过去寻人呢？这黑天不黑夜的，我上哪儿给你寻呢？我明天一早去，好吧？明天。你能等得了明天，我等不了。这我就去给你写啊，我给你写去。嗯。慢走，爷，下次一定来找我。哟，这不是王大爷吗？里面请，里面请。老爷慢走啊，下次再来啊。哎，这位爷，进去坐坐。不用了，我是来寻人的。我想打听一下，有没有一个叫刘大旺的来过你这里。你认识刘大旺？你是？啊，我是来寻我妹子的。他是不是叫蛾子？你咋知道的？你说说，他回乌尔普了？他是这么说的。谢谢啊。
林静啊，赵一琴回家这两天怎么样？尚无大碍，可还是不吃不喝。看来还得再飞一周。局座，依属下看，要让赵学勤回心转意，必须先抓住杨泽熙，不然他是不会答应的。不，杨泽熙先不急着抓。魏慎，杨作新是要犯，抓了就得杀。可如果杀了杨作新，那也就绝了赵学勤的念想和活。不能费了这么大功夫，最后闹个猴子下井捞明月，你说是不是？可他心里要是一直想着杨作新，那岂不是？只要他赵学勤人归了，我就不相信他这个心一辈子在杨作新身上。晴儿，喝点汤吧。来，你先歇歇也好。你也去歇歇吧，正饿呢。你们都出去吧，让我一个人静静。晴儿，福延先爵来看你来了。快进来吧。请吧。福延局长。哦，伯母。晴儿，不管怎样，你的命是福延先爵救下来的。这起码的礼貌，总还是有的吧。你们说话吧，王妈。学琴，学琴，不开口也好，免得伤气。那不妨听我说说。不必了，我知道你来就是想要说杨作新。不错。杨作新现在虽然是逃出了浮尸城，可他的生死还掌握在我的手里。胡延奎，你也太狠心了吧！你真的要把作新置之死地吗？这句话你可说错了。要置他死地的不是我。是你，就因为你爱上了他，所以杨作新便成为我胡延奎的死敌。不过我还可以告诉你，现在唯一可以救他的人也是你，就看你肯不肯点这个头了。你到底要我做什么？很简单。从此，你赵学勤成为呼延太太。你痴心妄想。先别这么急着回答。只要你肯点一点头，杨作新的通缉令马上就可以撤掉，他的逆党之罪从此一笔勾销。否则，他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。话不多说了，你自己思量思量。啊，杨作新，别再演戏了，
你跟赵学勤两个人一起写下了脱党声明。左心，也不是哄，那一切都是真的，可能不是背叛，那是我为了救你。是我为了救你，那是我为了救你，那是我为了，那是我为了救你。那是我为了救你。蛾子，你咋这时候回来了？怎么了？你倒是说话呀！哎呦，蛾子！哎呀，你快说呀，给妈说咋回事啊？啊！是不是给大旺吵架了？哎呀，你快给妈妈说着，妈妈快急死了！是不是你跟大旺不过得不顺心了？男人年轻不懂事儿，贪耍，等以后你们养了娃娃，他就会养家糊口了。你慢慢开导他，你不要天天跟他吵嘛。哎呀，都是打小啊，把你惯坏了，受不了委屈。婆姨和男人吵架，哎，动不动就往娘家跑，那哪行啊？哎，明天一大清早啊，让你爸把你送回去啊。啊，不行，妈不行，他要是打我也就罢了，可他老让我被他带着睡觉。有这种事儿？他还把我带到浮尸城里，让我每人给他赚钱，我这是偷跑出来的。这事儿他也做呀？畜生！畜生！哎呀！哎呀，快倒水去！倒水去！呀，你别急呀，你别急呀啊！蛾子，你还敢撞娘家门上来啊？我这不是来给你赔罪吗？你还真要来赔罪啊？啊！你生十八气吧，这是买给你们啊，特意买的。你给我滚！走！蛾子，你看看，咱们小两口坑坑绊绊的，你怎么把这个长辈说走，跟我回家去？你放开我！放手！咋？我的赔银我还赚不得了？你把自家的婆姨要卖到窑子里，你还是个人吗？是人家是人吗？谁说的？你说谁说的？你做的事儿说谁啊？咋？我做哈了？咋？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我的婆姨得跟我走。有蝎子，你放手！你放手！我家儿子不跟你了，不跟我过是吧？陈哥，钱拿来。我就是把这个窑卖了，还你40块钱。这是，你把你家蛾子看得也太贱了，没有400块，蛾子跟我走，走，你个强盗，强盗，强盗，你是女的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你贱，你拼了老命了，不能这样。满富士城都贴着抓你的告示，说你是共产党，学校抓你的，我要去告发你，你去告，你狗日的，你给我下来！共产党，你求恨个什么？你个狗日的，我共产党了不起啊你！心儿，心儿呀！狗日的，给我下来！
共产党早叫人杀完了，头发捏得强，人皮卖了骨烂，你不睁眼看看现在的太阳照的是谁家的门楼？哎，王八蛋，呀，你等着，我告发你。别了，希儿，我哪儿受不了了？有本事你等着我。希儿，希儿，哥，他真敢告发你啊！你还去躲躲吧，你快到汉家躲躲行不行啊？我不去，让他去告，我就不信，再来我打死。司令，范教官又走了。又走了？啊，走的时候说了声吗？只说是有急事。可惜了。可惜个甚？走就走了。司令，说实话，这些日子范教官那可真是尽了心了，把咱那些弟兄们调教那是有模有样。哼，你知道尽心，他这么尽心是为了什么？这还用说，当然是想收编咱后九天呗。嘿，董家爷那是自在司令，让他收编了那还不委屈死了？就是呢，谁还稀罕他那个营长呢？是，可咱这山上先不说人手有多少，合手的家伙就没几个，这要是碰上神大事，只怕是怕什么？怕什么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我可记得当初司令说过，咱要干就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出来。嗯，我是这么说过。可咱后九天顶多是个占山为王，咱这陕北地界占山为王的事不少，可有几个能成大事？魏爷，那占山为王不叫成大事，那甚叫成大事？那当初李自成也不过是一个王吧？是王。那李自成虽然说也占个王，但人家不是占山为王，人家一直打到了北京城，让那个皇上掉了脖子里。哎，这话不错，光占着后九天成不了大事，要想成大事就得像国民军那样兵强马壮。听你这意思，咱们要去投国民军？那还不如投红军呢。投红军为什么？红军能成大事。你咋知道红军就能成大事啊？红军为穷苦人打天下，天下的穷苦人多，对吧？穷苦人要是联合起来造财主的反，那还能不成大事？孟爷，你别说，你这话东家爷不爱听，我听着都不大对劲儿。哎，这话怎的了？那东家爷就是大财主，你还要造他的反不成？你别在这造谣行不行？三哥，你就是个烂嘴死脑瓜子。是东家爷是财主不假，可他现在呢，现在是咱穷苦人的头脸，他是民主的李自成，绥德的韩世忠，副市的张献忠，大英雄嘞。那就谁都不投了，还在后九天当司令自在快活嘞。就是。行了，甭管是红的还是白的，这事儿今儿不议了。报告！报告司令，山下来人了。是我杨兄弟又上山来了？不是，是前天走那个范教官。来了多少人？雾气太重，看不清，他们赶一辆马车。你确定是那个姓范的？他们在山下喊话，说他们就是呢。我瞎仗，哪有打仗带着大车来的？就是。怕是有旁的事儿吧。好，走。范教官，哪股风把你吹来了啊？上司为何不辞而别呀？啊，黑司令，您莫怪罪啊。上回杨指挥召我回去，是要事在身的。杨总指挥啊，我杨大哥又高升了。他现在是十七路军的总指挥了。哎，好好好好好。
这么说，他跟我一样也是司令了啊？没错，也算是司令啊。这次兄弟我来呢，特地向你赔罪来。哎，赔罪谈不上啊，赔罪谈不上。我杨大哥一直想收编我，我没应承他，他不会生我的气了吧？大哥真生气了，司令说，说你是死狗扶不上墙。他这么说的。不过那司令又说你自由惯了，随他去吧。啊，这句话像我杨大哥说的，前面一句话也像我大哥说的。裴司令，杨总指挥说呢，虽然你自由惯了，但还希望你呢不要挣脱。这不，让我给您带来些东西。嗯，来，抬上来。这是我杨大哥给我的礼物。对。哎呀，打开。哎呀，哟，裴司令，哎，这是最新式的武器。哎呀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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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王副官，还是我杨大哥知道我的心呐！啊，咱到原上试试枪去。走，哎，行行行行行，预备，起！好东西啊，好东西啊！朱姐，这是个肾啊，这嘴叫个不停，厉害了！跟着程家爷，咱可是。开眼了，开眼了，开什么眼睛？我告诉兄弟们，这个呢叫机关枪，如果把它摆在山口上，别说一个排，就是一个连，也抽不上。啊，好东西啊！杜队员，这个铁筒通是做谁的？这是最新式的迫击炮。范教官，听人说这家伙能隔山打人，是真的吗？没错。它发出的炮弹呢，有一个抛物线，它比一般炮火呢要强劲很多。这是抛物线。哎，把你婆姨那裤腰带甩出去就是。东家爷，我婆姨她就不系裤腰带。那就把你裤裆里的铃铛铛甩出去。司令，让兄弟们去演示一下。好，好，大家往后靠一靠，来，来，哎，哎呀，哎呀。我亏我这花不少，预备，放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个铁铃铛厉害了，啊，要是落在身上，是被炸死，就得被砸死了。范教官，我要是有了这个铁铃铛。那就是生人都不怕啊！张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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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杰，是不是啊？请范教官和兄弟们上山，把礼物也搬上去啊！好嘞，范教官，喂，兄弟们，走嘞，走嘞，走嘞！买山，啥？司令叫你呢，你咋敢张嘴不说话嘞？走，啥？哎，小华子，来来来来来，哦，哦，小胖子，去晒太阳吧。遇上什么喜事了？那么高兴啊？哎呀，我杨大哥派他的范副官给我送来了机关枪、迫击炮。这后山那动静啊，你也听到了？那能听不见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回咱破九天呐，可是威风了啊！哎呀，可惜我的儿子小啊，要不然我也让他刷锅刷锅。还是你自个儿鼓的嘛，我儿子可不随你。咱，我黑大头的儿子不随我，随谁啊？随你有什么好啊？这山上当土匪能多长久啊？还是得念出识字儿。嗯，还是我的婆姨有见识。哎，我还真有个事儿
让你帮着拿那主意。呵，这真是河水爬西山，日头落东海了哈。什么时候你听过我一女子的？你看看你看看，凡是大事，哪个不是你拿主意？你看啊，从到白家沟求亲，到你生娃娃当日让我去当这个啊强盗头，哪个不是你拿主意？行，你要真听啊，我就给你出出主意。哎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说起来呢，这事儿你也知道，国民军一直想收编咱后九天，啊，你看我杨大哥弄这个范教官，又给我送来了甜头，呵呵，我看魏国已经动心了，可老孟让我去投红军。哎呀，我也知道，在这后九天张山那吧，不是个长久之计。可我想不清楚，这国民军和红军日后谁能成大事儿？就这事儿啊？那还有剩事儿啊？要说成大事儿，我还真想起个人来。谁呀？杨兄弟啊！依我看，他才是能成大事的人呢。你这么一说呀，我还真得去问问他。我现在就去五儿浦。哎，你回来啊！这山下让你抓得紧吗？我替你问去啊。哎，妈。杏儿，你咋回来了？哦，这憨憨家狮子多的能把人活吃了。哎哥，要是刘希的带人来抓你，那可怎么办啊？他就是有那个贼心，也没那个贼胆。那可不能大意呀、啊！没听人说吗？关云长、关老爷就是毁在大意上。妈，您就放心吧。哦，妈，我打算出去几日，这两天在家待得憋闷了。那不行，哪儿也不许去，就在憨家藏着。我这两天呢，眼皮直跳，就怕出圣事来。有圣事啊，妈，没事。喂，你这孩子。你看，对面来一群保安团的人。哎呀，是不是来抓你哥的呀？啊！天，这是天杀的流蝎子，是流蝎子。哎呀，死掉了！靠，快点，死掉！死掉了！靠！哥，我枪呢？枪在炕洞里，快！快！爹，咋的就没了？没了！枪哪不好藏这里？枪哪，给我吧！希儿，快走吧，来不及了，快走吧！大妈。这事跟你没关系，他们冲我来的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这狗日可不能去呀、啊！光着个身上，连个兔子都藏不住啊！哎，哥，你们往黑家坟跑吧。黑家坟得翻道梁，人家又不是没长眼睛，他一上梁，人家瞅见了，人快还是枪子快呀、啊？哎呀，就是，干脆就让我跟刘先生走吧，冲我坑我也跳，只要能保住我哥。你敢？他根本不配活，你就别乱上添乱了。哎呀，站下来。妈，快！你给我钻进去！你给我钻进去！屁股撅着，屁股撅着去！妈，妈！哎呀，孩子，你赶快藏起来吧！这要抓起来了，你和我和你爸怎么活呀？你快进去呀！哎呀，快进去！进去！大家，赶快回窑去！哎，快！
杨奏琴呢？在府里上学呢。她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回来是回来了，可她听说有人要丧尽天良的告她，她又回城去了。哎，你不是说杨奏琴回来了吗？刚在山梁上我看见她了。你们看啥？穿着那衣裳，日头一照，我看得清清的。走，再出别墅看看。哦。这是杨作新的屋。走。这是杨作新的屋。走，走，走，别进屋。呀，这个本本，这是杨作新的。斩杀的日期是一二月的，他肯定在。我不相信他能吃上刺娃跑了。连长，连长，这是个肾呢。咋了？哎，你看这是个圣女皮，这应该也是牙作型的，但他应该就跑不了。杨作行，刘瞎子，你是个造奸杀的！走，走，快走！你这是什么？哎呀，站住！你是个造奸杀的！去呀！快追！追呀，都跑了！快追上！叫乔山正虎，发草行蛇，哼，这小子擦不住了，拿下来。行吧，给我过去抓他。走走走。打中了，这个羊作行。啊！啥？那是羊作行，他打。恶枪。枪打我，他这个枪打我，打！这老东西不会用枪，保险都没开。哎，那是杨作行，杨作行，打！杨作行。打！